下班了，下班了，吃饭去哦。老哥，吃饭去哦，中午下班了。大家中午好，打工人、打工粉、打工都是人上人。我是一个婚纱家，昨天一上午外墙活哈，没回。到了中午啊，肚子咕咕咕咕咕叫了，要吃饭了，现在开始吃。今天中午没炒菜，吃折耳根喽。先把凉拌切，倒出来。调料舀一下，里面有姜、蒜、醋、酱油、菜油，倒下去，全部倒下去。好了好了，控制住嘛。九六啊。加。收哎。今天中午吃白米高饭，就吃折耳根菜，就没炒菜哈，这样多方便了，免得早晨起来炒菜。现在折耳根外面还卖七八块钱一斤呢。嘎嘣脆的，多香的，多好吃啊！像我们南方的人呢，都吃得来，不管是大人小孩啊，都喜欢吃凉拌呐、烧汤那些汤火锅都可以。可能北方的人吃不来这种，因为折耳根的味确实太重要。要多吃嘞，一点点的呢，肚子胀，消化不良。你还吃烧的，吃那么多？这是绿色蔬菜哟，坡上的野菜哟，它得炒个那么臭啊！你看弄好多哟，弄好多条哟，我看弄好多条了。管你炒嘛，嗯。来配个红面，好了喂，再来馍哎，我们看镜头。你值得的哦，啊，值得换的哦，这么快哦。刚才那个工友他装着腔，搞着笑。嘴巴哟，嗯，我看那嘴巴切得很红，辣椒面嘞。